虽然我知道现在下着一点毛毛细雨，但是浇不熄大家的一个热情，因为大家最喜欢的 Vicky 心愿马上要来到活动的一个现场啦！哇，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哦，《烟幕》已经在 YouTube 的点击率超过3120万了，大家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热情尖叫掌声欢迎 Vicky！ 好多熟面孔，跟不熟的面孔。那我今天，我叫陈新月，今天来到新北阅读节。你们会阅读吗？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念书的。你也是哦，耶！我们可以当好朋友。然后你们是热舞社吗？你们在练舞，厉害。这边有很多学生社团。好，这等一下我们再聊。 眼眸啊，呼吸变困难，覆盖着心的皱皱，多难受，在伤口一直。
下雨，你们会冷吗？应该还好。哎，有人没撑伞。So sorry。那你要回家要洗热水澡。OK。好。刚那首歌叫《烟雾》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欢迎你们。我看到新的人来到这边。再来的话，我带来这首歌，它的名字叫做《挚爱》。哎，你们真的很棒哎，好大声哦！因为大家觉得坐在这边就会有一点好像在焦点，所以不敢叫。然后你们就帮忙叫 ，Thanks， real nice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《挚爱》呢，它有两种版本。那我今天要唱的是只有我自己的版本。然后如果待会听你也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听我跟另外一位饶舌歌手李杰明有合作的原版。然后两个版本非常不一样，然后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，然后带给你们。炙是炙烧牛肉的炙，爱是爱情的爱。
挚爱送给你们。哇，好不好听？好听，真的好感动，好好听哦！看到这个新月哦，很瘦，可是呢，她的声音却非常的有爆发力，有 power， 对不对？是是，平常都在喝什么茶？热水，要不要喝水？我也是这样想，我想说可以来喝喝平林的那个包种茶。哎，说到来到这个新北哦，哎，新月是在附近常常走动的朋友吗？我以前呢是在楼下那边有一间餐厅驻唱啊，就在那个竹笋那里。我知道那个什么。以前有一间布纳菲。布纳菲有一个。他现在好像他现在倒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。他那个圣诞节的时候生意都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对，那个要去外面占一个位置都很难的，哦，真的，然后大家就点一杯，不管是什么的哈，就站在那边，就站在那边都不找。所以，哎，所以新月在那边唱多久？好像两。两年哦，两三年的样子。那一定是他声音最好的时候。所以新月就是一路这样子唱歌，唱到各个地方去表演，到演唱，然后今天站在自己的舞台上。嗯，很爽啊！真的真的，我刚刚看了新月，其实很年轻哎，今年不是今天，才二十多一点点而已。我25了，25，我只有多一半这样。多一半。对，然后刚才新月也有说到，今天来到这个新北阅读节，不喜欢读书吗？我其实很以前我是非常不爱看书，我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，对，我绝对不会想要去课外读物。真的，对，非常，我超讨厌看书。是哦。嗯，但是我是最近，因为我有一阵子心情不好，然后因为以前像我在家里，我姐姐是非常爱看书的人，是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干嘛？好奇怪，为什么喜欢看书？我知道。但我姐是非常就是很有学术涵养的人，是。然后我就是不学无术嘛。但是你的专业不在那个地方。对。然后我后来是因为我心情不好一阵子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一些心灵的书籍，励志的书啦，鸡汤类的啦。对对对。但我还没看心灵鸡汤，我看的是很久了啦，所以。我后来看的是什么？脆弱的力量。脆弱的力量。被讨厌的勇气哦，这一本很有名，对，它还蛮多争议的，但是各取所需，我觉得每个人从同一本书里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会找到自己需要的，或者你就觉得这本书是垃圾，也 OK， 也尊重你，也有这些人嘛，有人就是不喜欢喝鸡汤的啦，对，有人就喜欢看漫画的啦，或小说的都很多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其实就像新月讲的，也许看书，也许现在你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喜欢看书，但无所谓，对，但是也许总有一天你会喜欢。某一本书，觉得他了解你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我就是因为看了书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就其实每一次在看书的时候，你看的不是，有时候其实根本不是作者要给你看的，你有时候看到的是自己需要的那个东西。就像自我疗愈。对对对，自我疗愈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谢谢你啊，果然是会看书的人。我也是看漫画书长大。我还不看漫画书，因为它也是书，我看卡通，卡通配这样子，哦，很好很好，大家都有喜欢的就对了。那喜不喜欢来到新北玩啊？除了去唱歌之外，我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，我是吉他社啦，我不是舞蹈社，他们是来这边练舞的。我们以前吉他社也会有时候也会在这边练，对，这边才不会晒到太阳啊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底下那个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个经验的人，但是你经过一个板桥车站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吵，因为有人在弹吉他，然后有人放跳舞，然后就音乐很大声，然后我们就在比大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在拼场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拼场，对不 对, 对？我刚刚还以为新月要说，我以前跟他们一样都跳舞的，马上就要 cue 来跳舞一下，我就僵硬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也可以指挥交通了嘛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新月拿手的，再来介绍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